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呼妈，今天要来做第78回的迪士尼娃娃屋。他这一次给的附录在这里。哦，这个，这一次是给唐老鸭房间的小道具，然后还有《猫儿历险记》的天花板跟三楼的地板，还有一个唐老鸭房间的地毯。这一次应该也只会用到《猫儿历险记》房间的天花板吧。这一次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来把楼梯跟天花板装上去。那就马上来准备这一次的东西吧。板装上去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猫儿历险记的房间就都完成了。现在就等这边的这个材料送来吧，希望替换的材料可以赶快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期的附录吧。下一期的附录在这里。下一期要开始做彼得潘房间的墙壁了，然后会给一个美女与野兽房间的装饰。终于要开始做三楼了，那就期待下一次杂志的到来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频道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